哥去读书了咯。安吉啊！哎呦，讲大声啊！安姑，最近骂人呐！安姑哥啊！还是看到镜头了。安姑啊，哎呦，姑哥了啊！安姑哥啊！安姑姑哥啊，静静讲话啊！安姑，哎呦，姑哥喽！看镜头一下，你跟他讲话。安姑啊！他最喜欢阿姨跟他讲话的喽。静静不要跟妈咪讲话啊！安姑讲安姑，安姑哥，哎呦，安姑啊，安姑啊。安哥，晶晶啊，安哥呀，看近点了，看不到你。安哥，晶晶啊 ，Hello， 晶晶还没有蹦蹦嘛，还没有冲凉啊，啊，哎呦，哎呀呀呀，晶晶，安哥。讲话，安哥呀，安哥，好不啊？安哥，爸爸去改，看啊，改，看这五周末，要去蹦蹦了咯，晶晶，去冲凉啊，安哥啊。讲啊，安哥，安哥，他不要讲安哥，你讲他讲话。很眼睛啊，谁没有跟晶晶讲话啊？婆婆没有来看晶晶啊？他去改了咯，没有带晶晶去咯。哎呦！好了，狗狗，狗狗要放学回来跟晶晶玩了啊！Hello， 眼睛安哥，叫安哥，安哥 ，Bro， 喝奶奶奶，要喝奶奶奶吗？晶晶要奶奶呐，要奶奶吗？要奶奶鸟啊！晶晶要奶奶呐，我喝奶奶吗？不要给你喝，晶晶喝奶奶，拜拜，3个月了咯吼。骂人，晶晶骂人。